这是一款来自德国 Rode 公司的 Video Micro， 这是一个 DSLR 的 External Microphone。如果大家想要观看它 Outdoor 的 Review 的话，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的 I 进行观看我上一集的 Cameron Highland 的 Vlog， 这是在 Outdoor 拍的，所以我们这一集的 Review 就在开始。嘿，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我的频道，我是 Ron 胜。今天呢，我们就来开一个东西啦，这样 New 的 Unboxing 的 Video。这集呢，我们要来开的东西就是这个 Rode Video Micro， 这是一款DSLR 用的 microphone， 虽然也是可以给其他电话之类，不过要买一个 adapter 的东西啦。然后这个是一个 shotgun mic， 然后它这边写了一堆东西啊，就大概不需要知道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就把它开啊。这个是 Rode Video Micro， 其实是最小的那一个 microphone 啊。还有一个是 Rode Video Mic Go， 另外是 Rode Video Mic Pro， 然后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一个是 Rode Video Mic， 那个是2009年出版的，那个麦是现在也是很怎么讲，也是不错好了，那个麦只是比现在这个新款的还要贵，而且还是要电池的，所以我就没有打算要那个啊。这个是很非常小的，因为它叫 Micro， 所以是小的麦。 OK， 事不宜迟，我们就把它打开。因为我习惯是从下面开的。 OK， 打开就是这样子一包的东西啦，然后它的盒子我就放旁边先。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 microphone， 然后这边有一个线，首先我们打开它的线，它的线是这样子的，就它这边是它要做这样子 curry curry， 是为了防止它容易断掉，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弹性哦。然后大家知道，因为这个是放在有一个，还有一个给你一个帽是放在你的相机上面的，所以呢，就说太长线的话，来 vlogging 也是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就降短了线，然后再直接 plug 进那个相机的那个 microphone 的 input 就可以用了。这个也不需要电池，然后它是降大稿的东西，降大稿，然后。其实它这个是一个 windscreen， 也可以叫防风罩。然后这才是 microphone 的主体，就是一个这样小只东西 plug 进去，然后再 plug 在你的 mount， 再 plug 在你的那个上面的那个 hot shoe， 再 plug in 你的那个 cable 就可以用了，也不需要电池了。然后这边有一个 menu 我是不会去看的啦，因为我大概也知道怎样使用了，所以 menu 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啊，可以放在一边啦。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麦放在它的 hot shoe 上面。OK， 成功套上了，再加上 windscreen 就是这样大个的麦克风。OK， 现在我们就把它 plug 在我们的相机那边，然后再 test 看它的 quality， 再 vs 它的那个windscreen 的 functionality， 还有我们built-in mic vs 我们的这个 video micro Rode video micro。 OK， 首先呢，现在你听到的是还没 plug 上mic 的那个 sound quality 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子的，虽然镜子不是很大面啦，它大概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数到321，就把它 switch 去我们的那个 Rode video micro。 3 2 1 OK， 现在你听到的就是我们这个 Rode Video Micro 的 sound quality 啦，跟刚才那个 built-in mic 的声音对比一下啦。虽然现在我是无法告诉你我听到的是怎样的，因为我现在是不它，因为它没有怎样讲，它不会 playback 给我听啊，我要等我去 edit 的时候才可以 playback 到，所以现在就给大家来评论一下，可以在下面告诉我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到底这个 mic有没有帮助到我的那个 sound quality 有没有变更好。不过我觉得这个麦是没有问题的啦，因为 Rode 这个牌子是很有保证的，所以说应该是蛮不错的啦，对比我的那个 700D 的 built-in 麦。而且这个麦其实是要用在是 outdoor 的啦，可是现在是我暂时无法 test outdoor 给大家看，等我下一次的 vlog 我就会
带着这个 microphone 去 vlog 啊，所以你就可以看一下之前的 vlog 跟现在放了那个 video micro 的 vlog 的那个sound quality 到底有什么差别。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对这个 microphone 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可以在下面 comment 给我知道啦。所以这个 video 就到这边结束，喜欢的话就 like share subscribe， 记得 unsubscribe 哦。如果喜欢的话，就确实去叫人家来 subscribe， 然后叫他们来看 video 也好，然后记得帮忙点个 like， 点那个 like， 点那个 like。OK， 所以这一集到这边，拜拜。